环球网报道，记者崔淑飞。近日，哥伦比亚一只名叫影子的缉毒犬换了一个办公场所，因为它的头被该国一伙贩毒集团盯上了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7日报道，哥伦比亚贩毒组织 OS 近日悬赏$70,000要取影子的性命。为此，警方派出数名警察保护他，并安排他转移到位于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机场。明星缉毒犬影子因其在过去3年中查获9段可卡因的优异表现，被当地缉毒警察称为欧多尼奥克星。当地缉毒警察介绍，我们的德国牧羊犬影子目前已参加过将近300次缉毒行动了。这条深受民众喜爱的6岁缉毒犬曾协助逮捕至少245名嫌犯，并因其优秀的业务表现连续2年获得 K9 英勇奖章。欧多尼奥 O'Tanio 是哥伦比亚贩毒团伙 OS 的头目，是该国政府悬赏$500,000的通缉犯之一。